喂，哎、欸，是对来的青鸭掌啊！这少年，你来这什么？我来这要应征歌手啊！你要应征歌手？系啊！哎呦，人客笑死人！你看穿伊那衫，袂输去个大人，囡仔咧穿大人衫，你看笑者像大领。你不就帮帮忙？你即行的要做歌星？我生个遮尔啊缘投，啊唱歌够好听，袂使做歌手。观众迄有目睭看嘛，知讲我真诶，我行嘛比你较好看。啊，讲袂准啊，我找头家，因为头家讲诶准算。哦，头家讲诶准算。哎，找啥物公司头家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哎，头家，无啦，像啊。吼、哦，安尼一个中昼，我咧困安尼，恁两个他妈吵架啦，架还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恁两个像啊！哎，恁两个那礼拜阮到时你啥代志啊？你这敢是迄个冰冰唱片公司？对啊。啊，恁我看恁哦，恁两个是来送便当的哦？不是啊，无啦，送便当。我看恁有大故事呢。大故事。嘿，我们要请应征歌手啊！恁两个要应征歌手啊？系啊系啊。无啦无啦，伊是来佚佗的啦，我无啦，我佚佗。哎呦，当恁两个生个人无参上人，啊鬼无参上鬼，哎呦，哎呦，恁两个安尼要做歌手哦？恁两个做扒手好啊，做扒手。啊，大哥，你慢慢的，啊，你也无讲考，要讲问看卖，安一个见面就扒枪，我一个机会一个。看恁两个都唔是做歌手的了好啊啦，困懵困麦，点么咧下面好转去啊？无啦，卖安尼啦，卖点么浪费我的青春啦，转去啦。我对小琉球来一抓老总远的呢。小琉球哦。系啊。哦，我看你安尼穿到这样，哦，你想你要考伊兰哟？你真正，我看你愈来愈好打呢哈，敢穿比杨凡都较金啊？你想啦，陪你上瘫痪哦，是长脚无青的海扇哟？啊，愈来愈好打哦。你莫安尼害我啦。大尾来哦，哈，啊，你讲你来，你阮小琉球来。小琉球啊，我鹿港来。你鹿港来。鹿港来。那你嘛，你个你唔知会头家娘拜托来，你讲参考看卖，我足可怜的，你知道？你都有咧可怜呐！我真正真可怜，我一出世就无生喙齿，到差不多倒地才会行路咧。哎，我到你出世无生喙齿，这是跟我什么地带啦？唔是啊，我足可怜，我食到二十几岁才交对个女朋友，就甲伊结婚，到今嘛四十外岁咯，还不换个呢？哦。安尼足可怜的吼，人讲换新换新才袂用看清咯。无，都无一百块，啊，即摆钱够拢好打起。哦，安尼足可怜哦。无啦，头家娘，伊这无够可怜，我较可怜呐。你安怎可怜？我吼，伊是面生了足可怜的。你看人拢可怜，怎么我可怜？唔是啦，头家娘啊，我对吼西二六桥迄离岛爱坐船啊。好好，啊我吼也无钱，啊你无钱，你安怎往小琉球来个食？我拢用手的，啊但是还佫坐汤啊。你好笑。哪坐哪卡水，安尼过来个过来个吃应征呢？汤啊，哪坐哪卡水哦。系啊，啊你两个那我系可怜，我只话可怜，我为什么开这间店？你敢唔知啊？阮阿公骑矿门车叫飞轮机弄着，阮阿妈啉水叫水砸着，阮大伯啊要放尿拖出来放尿叫鸡啊痛着。你敢唔知啊？那是可怜家哦，真正唔知要安怎讲。你两个够比我较悲哀，好啊，等你。无啦，卖安尼啦，头家你可怜个，天哪，你爱无嘛讲考验看卖咧，好啦好啦，试用看卖咧。好啦好啦，你两个做歌手，我前面讲试咧。无你唱歌，我听看卖，我甲你考看你要唱未？西人满木瓜，我听看卖。那西人满木瓜。连这款歌你都不要唱，你们这么款西洋伴我归啦，知无啦？你不要唱啊！我考你，我考你。嗯，妈妈请你有爸爸用。妈妈请你有爸爸用。这条你也不要唱。妈妈请你呀，阿伯中。啊，你也不要唱。我会用唱人的一支喇叭分几面。我来唱来，我听看。一支喇叭啊，分几面。啊，你好看哦。系啊。啊，你我今日我来唱《亲像飞上天》。哎。讲啊嘴在，讲啊嘴拢会加掉。好啦，好啦，重点啦，重点。不是，重点。头家娘，你看要讲考者哦，体能啊，唱歌爱有，唱歌爱有肺活量，体能还是讲口才。你冷静，冷静。我看你口才应该袂歹，我看你绕口令好不好？绕口令。绕口令。好，你说我两句拜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话，你讲话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。汤上，汤上，头头给你，头给你，头给你，你乖乖嘞，你自己讲都讲袂好势嘞。
我都还没录音，我讲了顺顺的，那录音还是讲未顺。我一摆，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洒，塔滑洒，汤洒。规工在嘛在哩沙，在哩沙。喂，你嘛甲差不多诶，迄囡仔都拢会晓。伊就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，汤烫塔，红鲤鱼，绿鲤鱼，驴。好，来。哦。老板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得力得力。哎，阮当处长咧讲话，你较紧，阮当处长脾气无好啦。哦，咧平平平唱变糖诶。当处长你家这幕后诶金主，幕后诶金主啦。啊，我看你。啊，边仔只小白脸，伊包包干面包，我啥讲？但是我。好吃的哦，阮这个吼足乖，暗时啊暗时啊，拢我吞开咪，拢唔敢话叫人啊。无怪今麦七十八站内，感觉伊面足甜的感觉。对啊，所以拿好表现，紧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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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汤洒，汤烫塔，火红鲤鱼，鲤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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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得力得力，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上汤上汤塔，红鲤鱼，鲤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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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能安尼什么啦？我不哎，我那有机会哦，哎，因为我听讲哦，咱虽然伊会讲来，我听讲哦，哎，手做做歌星真好赚，哎，咱卖咱就莫卖过安尼烧迄度啦，过卡拜后边咱嘛是算三兄弟了啦，对吧？三兄弟，三兄弟，所以咱就无啦，咱就较拍拼，明仔再开始，咱两个较拍拼，做一个混搭的歌手 ，OK 好。我要做歌手啦！恁两个已经成功啊啦！这两队吼，老实讲吼，因为都叫杨秀慧已经参与表演了，所以这段的评审只有菜头一个人可以评，而且吼，我有一共一句诶，真歹评，你知无？嗯，这边真正接地气诶。对哦，啊这边较国际化呀，对哦，对，好啦好啦，安尼，我菜头了解一下哈，所以你觉得红队赢还是蓝队赢？好 ，music， 好，来，哎呦，请选择，哎，红队，红队，红队，对对对对。啊！因安尼，因安底叫一个半小时，啊！你想那无好音是好音的，我告诉你听吼，因他都阿达，迄个亮相有无？咱拢有在看 monitor， 对哦，啊 ，monitor， 你看 monitor， 告诉你听吼 ，N 脚吼，一个梗吼，不要铺太长，铺太长了，哎，真的，像主持人一样，他的主持跟黄哥的主持就是很快、精准，像以前。像胡瓜啦、张文安等都老派了，一定要铺很久才出来。喂，你卖个瓜，你卖搞错了。好啦，你来听呢，这部了高分老派了。好啦好啦，我讲真话啊。你瓜哥遐嘛是讲好，我讲瓜哥你上好主持。哎，杨凡老派老派的。好啦好啦，那这一段就是红队获胜。